算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封闭嘛，这很有名哦。这是高震，你看起来是很有名的。你挑扁平，它不能挑，是跟叠叠乐视一样。这跟叠叠乐视一样的意思。那我放这个，这是跟叠叠乐视一样的意思。看你啊。 哎，方奶也不算，啊，不算，上面比较挑战性吧。很烦。咦？哦，OK，换你啊。阿赫，失败。加油！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哦，嗯。 7:17，海拔3400公尺，我们这边等一下。Why？ 我们要等谁？等谁？啊？等那个人。这不好说啊，不好说。然后我上去就被他们。哎呦，快爆了！他这真的快爆了，我就要极限了。极限。讲一下感言。你们讲感言。我讲。没有啊，换他们来。 我刚刚没有讲吗？生气气。对啊。那增加我今天的困难。啊，好，对，我不行做这件事情。他们两个比较适合讲话，因为他们话很短，我可能会讲太久。哦。有点怕。我已经讲不出话来了。没有。 我们现在进入这个宫顶的2K， 除了地形破碎以外，还有海拔的陡升。 上到碎石坡的路段了，这边海拔急剧的陡升，每走几步就会喘。不过经过雪山的淬炼之后，其实还行，没有想象中那么难，就是要克服的是海拔的高度，不然路线其实还行。 希望不要发热，心中真的不要太快了，加油，大家，加油！非常的累。好，我们剩最后的400公尺，一样是碎石坡，不过陡度要刚才过排云之后一连串的碎石坡还要陡。前面大魔王要来。
走到那个顶，主峰顶。豆浆啦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讲什么。So somebody， 想要讲什么吗？很冷，手很烫，开始为难我。我们已经受不了，我不行了，跟你录好冷，我手要戴手套。为难我了，早上十点过后，我听说有午后雷阵雨，就是有大雷雨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赶快撤。比玉山还要难的蛮多的，今天玉山走起来，除了天气不好的因素之外，走起来还蛮顺利的。玉山主峰是非常适合单攻的一座入门白玉。